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翠，然后很高兴30年后大家可以从线上来聆听这场音乐会，因为30年前没有线上，在杨奎的时代也没有线上的音乐会可以聆听。我相信杨奎现在如果还在空中的话，他一定也竖立起一只耳朵在听我们线上的音乐会。那我觉得30年后这些音乐还能够被记忆，被重新翻唱，然后大家还能够愿意来聆听，并且从这里听出不同的意味出来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不死，然后文学不老，然后音乐会长新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地方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2023年9月16号下午3点，让我们跨越时空的桥梁，去衔接1993年9月16号，一起来聆听这一场复刻音乐会。3、2、1。